成了，我要是把你的内裤上给你安了摄像头，你说你还敢成吗？敢，别说安内裤上，就是安我头上我都敢。这可是你说的哈，那赶紧把裤脱了啊！这就完了。你想什么呢？我是要让你试一试这个带摄像头的内裤，对你们男人哈可好了。这个据说穿上之后比裸睡都舒服呢。你别不信，它的神奇之处哈，你看都在这个里边。人家这六个哈，其实是六个小磁石，你看就跟摄像头似的吧。这个就能源源不断的哈，你看形成一个磁场，就养护你们大宝贝儿，真的特别哇塞哦。你看上面有很多小黑点点是吧？这个可是属于一个温感科技棉。你看这是一杯热水吧，就当贴着你们那里哈，爱出汗呀，爱潮呀，你看上面小圆圈是不是就消失了？真的吸湿排汗特别牛，就穿上它一整天都还很干爽的。而且人家这个内裆可是7A级抑菌的一个内裆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个价格哈，到手3条呢，简直就太合适了。而且你看它每一个花色哈，真都特别好看，很上档次。还有更重要的是哈，你说3个月要不换一批内裤，那里菌菌是不是就很多？所以像内裤哈，是男人绝对不能将就的，要不然哈，对象都跟着遭殃，懂了吧？